在任何在空中冲刺状态后点。吃饱的感觉。超厉害的家伙，银铃就是。哎呀，等空了再说。那鱼还有吗？再给我来一串。你们从刚才就吵吵闹闹的，天就要黑了，还不快来帮忙准备祭典？吃饱的感觉真是太好了、快把它拉走，再吃下去我的大餐要被糟蹋光了。是苏兰城买来的最新款哦。花铃，如果哪天我不在了，你会不会？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别走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等你学会我教，等你学会我教你的招数后，想学飞那都不是问题。
没想到你的基础真不错，就算比起怒灵火部的新人，来，我教你两招，来，我教你两招，这可是我轻易不。我没有达到释放技能的条件。现在我无法使用这个技能。之后只要找机会多实战，功夫自然会更进一步。啊！数百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在月光的指引下发现了天域岛，又在月光的庇护下建起了我们的村庄。今天，我们在此欢聚一堂，举行祭典。明先祖之教诲，祈求圆月的庇佑，愿风调雨顺，万民无灾。原来天域岛还有这么一段传说，我很好奇圆月如何庇护村民呢？来，你试着跟我一起在月光下打，来，你试着跟我一起在月光下打坐，感悟月华的力量。我是伊利亚，是明涅瓦女神的神官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神与产生共鸣了，你果然就是女神选中的人。不知道。